据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网友爆料，地铁十号线宋家庄开往国贸方向，早高峰时，一名外国男子带着一名女孩靠门席地而坐，中国小伙子用英语请他俩站起来，结果被骂被打，现场视频血迹斑斑。爆料者称，中国小伙子全程未动手，外国男子脸上的血迹是中国小伙的。国贸到站开门，俩人被乘警带走。Come with me now. You can...